機㗎啦。穩定路域，放得入嚟有冇越位？射就香港飛馬及時咗喺後防先。想斬就定慢點啊？斬得埋，哎呀！慘啊，真係。元朗方面，我哋現場聽到啲鼓聲好大啊，可能啲球迷都變混亂嘅，嚟自元陽嘅，哇好毒啊，漏曬咁，但係咧就基斯鎮救到一次，雲迪路域想埋嚟再起腳咧，李圭繼續係右手邊，羅振廷斬入嚟咧，唔緊要修正，吸一吸，再吸，有機會啊！哇，好可惜。右邊傳上來，左邊應該有花給歐叔叔，你看下他了，吸幾多次，一次兩次三次一個，原來是對著四個的盧斯安奴，是不是他李鼎啊，是李鼎啊，我無法了，是出不出隊，出到底線，哎，底線出到，在數字上也有機會，呢邊有角球機會，左腳彎翻埋貼門啦，冇問題。星期二好快過，又好快星期五噶啦，靚啊，有啊！哎呀，呢邊好嘢！45人一齊欣賞到呢個星期日、星期一。哇！後防位置一夫當關，左起嚟少奇，落點都唔係太曳噶啦，但係都落地下。邊個咁重啊？第三個角球，斬入嚟有冇人？哦，不過咧就基斯讚咧，冇噶，冇越位噃，冇越位噶。哎呀！另一個大好機會啊！埋去仲反而包咗越位，但你睇睇個波，過完之後，山上嘅，睇睇會唔會再有機會可以將個優勢你唔準備打噶嘛？冇錯，啊嘛，即係你起碼呢場波包到之前咧，要呢個都關鍵。好啦，方長前時間有嚟，費蘭都有冇越位？冇越位噶，因為冇佢有噶。好，雙錘打走，哇！傑志嘅進攻人好多，好啦，輸多啦噃，哇！爭少少，啊！呢幾密嘅，好啦，角球開出嚟遠處啊，咁啊益曬就幾先，睇下點啊，一個單對單扯到埋嚟中間，唉，可惜啦，又係太埋啊！好啦，呢個波咬出嚟中間，哎呀，又係，哎呀，呢個波搞到中間，流曬去邊啲嘢踢？再睇一次陸志豪呢、這個波落點好靚啊！去咗大後柱，見到就加拉道就球場點翻過嚟呢邊嘅遠柱啊！大家得鏟嘅時間咧，反而個波就落咗去。隻手就話傳俾佢啦。哦，依下落。球一開，波吹罰咗啊！吹罰咗。阿艾華個速度都係快，佢嗰度都靠呢兩個球。哎呀，呢下就冇問題。米路喺個戰術上咧，其實都冇乜話。哎呀，呢、這個波第一時間鬥埋去啊！少奇，我喺度睇下邊個斬啦，直接咁樣彎埋嚟啊！少奇貼門得滯啦，睇到定呢球波彎埋嚟幾貼門嘅。問題噶啦，艾華夠快，但送翻埋前場個波急少少，咁就好嘢啦。呢邊咁啊，靠啲團體戰啊，活力咧就係幫助球隊。呢次又嚟快馬艾華彈翻埋嚟中間位置，好啦，空門機會接到埋嚟嘅時。Thank you.
你个头大咗少少。我哋一阵先再讲啦。冇人会，好少啫会咁样嚟嘅。呢个波咧直接走佢去，技师就系我头先撞咗埋去人哋嗰度。我再睇一次个望镜，一斩嘢冇明显接。射程範圍啦，入禁區，點啊？自己再錯啊！
哎呀，呢边嘅新早啊！咁样甩咗，有得出啦，但系冇人可以涉到个前点啊！完咧去比咁样嘅，呢次弯埋嚟又点啊？意思就系话一分零钟咧都继续系咁嘅情况噶啦。球证冇吹，和达入到禁区，落到呢一只脚，但系咧好啦，再俾翻去艾华传出嚟地波，你头柱亦都系托咗巴掌攞波传波传波传波。你个波斩埋嚟，哇！喺有啲落。个国力仔基本上都系防守球。系啊。咦，邵琪个波咁样弹咗落攻尾先噶，哎呀，唔啱脚啊！睇翻头先啊，邵琪出个波啊，左脚传出嚟，咁啊，艾华道个解围点啊，反而解围跌咗落去攻尾先嘅卢伟哲，我先又系将个波传到出嚟，好啦，开个短嘅，卢伟哲左脚顶到埋中间，哎呀，抢住佢个波，射波就卢伟哲。吃不晒个波，好啦，唔到佢啦。个波传咗过嚟俾右边嘅艾华，传入中间。